微信的话，记得来找我，知道吗？我希望能够遇到一个我爱的人，能够做你一个家庭，明天回家之后呢，都能见到他。我们都不是骄阳，也从不人间微笑。这个远方的人不理你不理，总是放心不下。我叫何开心，是个心理咨询师。杨开始见到我每次发王家人生活过节节目，我们是一次不同时过的亲密行为。赶紧回国呀，把结婚证领了。就承认一下情真一见自难忘，留下来这就是你交工资。海我却不敢当，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。想和你游四方，赏晴雨的风光，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管情节多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吓我一跳，做什么坏事了你就害怕啊？老张，幸亏幸亏不是，其实能够回国发展我也是挺高兴的。好好好，谢谢。说过了吗？不离你那么远，总是放心不下，所以这次就行，我必须要抓住。哎呀，哟，这腰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现在你闪了一下。啊，懂了，懂了，你懂个屁呀、啊！你们晚上睡觉没有直线咳嗽，是不是感冒了？我没事，记着来睡。怎么还那么吵？你富二代在我们面前装了十年，当年你买车的时候我赞助你，现在呢，我想买台手机，你看着办吧。手机？妈呀，没问题，飞机买了。我顺便再送你一条螃蟹，从萧炎家到你家的，我说你很严肃啊，你很严肃。我错了，没有，哪来的？哇，这么严？
我考虑考虑吧。他不需要了，买了吧。你傻看着我干嘛？你手心里握着傻娘，你说像这样有气质的人梦里，谁叫谁不爱？我说了，我在想一下你的婚礼，好像是还不错啊。我得早点把你娶了。这个最近是不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就准备好了。Just